不是作者，我是民意代表，是为民服务。你要叫我写多长多那个，又长又臭有什么意思？我又不是作者，我是民意代表，是为民服务。你要叫我写多长多那个，又长又臭有什么意思？欧洲这一次的事件是您自费去的咯？对啊，一部分是公费，一部分是我个人，因为公费它有额度，它没有全额补助。那您大约自费多少钱？然后公费多少钱？啊、那你对于有人PO网，然后把你这张PO出去，您个人的感想呢？因为我跟他也不认识，他为什么会PO这个文章，我也莫名其妙。为了选举，他去做他的文宣就好了，你来把别的选区的议员的当做你的文宣，我是认为这不是叫选举，这是恶意的栽赃，恶意的抹黑，恶意的去攻击别人，而要让你自己有一个空间，这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您觉得 PO 出来也对，您觉得很冤枉就对了。对啊，事实上就这样子、啊、你后续会有什么行动吗？我没有必要去跟他争啊，我是认为这个人是无理取闹。